小环氧气。但现在没有了。这样已经好了，没有办法解决了。在哪里？对，本来是。这里。哦，后面本来有机降那么大。红的。很大力，这边。哦 ，OK。本来的鸡蛋那么大，现在没有了，恢复原来了，对不对？嗯。啊 ，OK， 大家看到了吗？啊，把它。很多年了，很多年了。很多年了，他有很多年了，就。他有时候他总结。啊，对啊，这里没有了。啊 ，OK， 啊啊。好。啊。那个麦让他拿。你拿这个比较好。这样我就还有这个肩膀，有一个是断掉了，这样啊，现在这个还有这边的手，OK， 多长时间嘛？也差不多一个多月了。才一个多月啊？哦，现在呢？现在也可能脚也是比较好一点。哦，有力气了。也可以，不过要拿上高一点的腰吧。对，你才一个多月嘛，肯定要慢慢恢复。嗯，所以说，在你身上这个奇迹太明显了，对吧？我这个手臂太，我的太，你看这么大力，这么大力，这么调就调没了。然后手，你看你刚刚才一个多月，你调了，然后就没有那么厉害。不然的话，人家伤筋动骨是一百天啊，你才一个多月呀、啊。你说我们长生学神奇吧？是不是太神奇了？那么大的毅力，你看现在脚跟正常一样的，那么脚那看骨头断了呀，两条啊，骨头断了，肌腱韧带裂了，这些伤筋动骨吧，也是筋来的，对不对？一百天啊，才多少天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只要有信心呢，大家有信心呢，一定会有，大家都会有的，是不是？那还有呢？还有这个我的病是什么的，就病太多了，这边膝盖这边痛，这边这边痛，我刚刚有做以后，我痛到不能站，不能站了，我说听我听，这也太痛了，然后呢？然后我就坐下来帮他调。坐下来没有调，自己调就。自己调自己 ，OK。太过痛了。然后呢？然后我就跟他讲说，我已经可以开动了。那这两天呢？感觉。他就帮我调。好 ，OK。就比较好。好。就是这位师兄太客气了，你不想上来太客气了，对不对？把机会让给别人。不用啦，这个一定要自己要踊跃上来，好吗？这里也是我说的，我都是给那边做的给那个吴万安，吴万安。哦，吴万安也要感谢他对吗？是他介绍给你对吗？功德无量啊！行，那还有哪一方面的？我哪一方面我就现在也很起来，就他只知道说会好，会的。会的，一定会的啊！只要有信心，一定会的。啊，好的。如果会好之后，我会自己在那个济公庙那边，要跟着济公师傅做。哦，去那边调整对吗？会的，一定会的。好，OK， 谢谢大家。